这个长相奇丑的男人是一名降头师，此时的他正在给一个快要领盒饭的男人做法事。男人的妻子不停地哀求降头师必须要将自己的丈夫救活，并且还说道不论多少钱都可以。而降头师却说道，你老公中的是毒蛇穿心降，毒蛇出洞，神仙都救不了。听降头师的话很明白，男人是必死无疑。男人估计也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于是就把自己唯一的儿子阿强叫来，对他说，你每天不要只顾着练武，你要想办法赚点钱，去香港找你二叔经营米铺，然后为咱们家再添个一男半女。话说完，男人便一命呜呼。转眼间几年过去了，阿强已经在香港混得风生水起，并且还娶了一个漂亮的媳妇阿丽，他们两口子恩爱有加，每天都得打十几把斗地主。可是阿强的二叔每天花天酒地，并且还沾上了赌博，甚至还动用米行的钱来做赌资。就在这天，阿强查看账目的时候，发现有几笔账对不上，可是二叔却说那都是一些老客户，所以款项回得有些慢，自己会处理的。可转头二叔就带着阿强来到夜总会消遣，由于不经常来，阿强显得在这里格格不入。就在阿强上洗手间的时候，正好遇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表哥，由于多年没见，于是表哥就想拉着阿强去外面叙叙旧。随后阿强就前来向二叔告别，这边阿伟也趁此机会把一个大漂亮介绍给了自己的老板，看到眼前的美人，老板心中大喜，随即就让手下好好的将阿伟一顿招呼。此时阿强正好出来，看到阿伟被人围殴，二话不说直接上前帮忙，没几下就把那几个小混混全都打翻在地。到了半夜，阿强回到家里，本以为妻子早就入睡，不成想开灯后阿丽正在等着他，顿时救下的阿强不知所措。阿强只好交代自己去了夜总会，听到丈夫去那种地方后，阿丽有些愤怒，准备对阿强实行家法，不成想阿强灵机一动，直接就让阿丽怒气全消。随后阿丽告诉阿强自己明天要出门几天，这几天你千万不要出什么幺蛾子。听到阿丽要出门，阿强的心中异常兴奋，但是他仍旧不敢表露出来。为了让阿强老老实实的，这一夜阿丽使出浑身解数，让他保准提不起来。第二天表哥把阿强约出来一起吃饭，在得知阿丽不在家后，表哥就带着两个大漂亮来到阿强家里，本想着今晚一人一个，可就在这时阿丽突然回来了。这个男人真无耻，为了让妻子听话于自己，竟然找来降头师给妻子下狱七降。只见他先是在马桶上面贴上一张符纸，然后又把一个娃娃放在妻子的床下，然后又把妻子的衣服挂在外面，最后又把一杯放了东西的水给妻子喝下。接着说，阿丽看到丈夫怀里的女人后，二话不说直接就对着阿强一顿暴揍。表哥看到阿强的样子，于是就出了一个坏主意，请一个降头师给阿丽下降，以后让阿丽对阿强百般顺从。听到表哥的话，阿强两眼放光，说什么都要给妻子下降。而这边的二叔此时在赌场输了一个底吊，并且还欠了一屁股债，为了能还清这笔赌债，二叔就来到银行准备把米铺抵押出去。可是这间米铺是他和阿强是两个人的，要想抵押必须得他们两人全都签字，于是二叔就找到阿强，告诉他自己准备投资房地产，现在还缺点流动资金，所以想要把米铺抵押给银行。听到二叔的话，阿强直接就说自己做不了主，必须要和妻子商量一下。很快阿强就来到阿丽的公司，并且把二叔的想法告诉了妻子。也就在这时，阿强的老丈人来了，他告诉阿强他那二叔在外面欠了一大笔赌债，他很可能是想用米铺来抵债的，所以你绝不能相信他的鬼话。听到父亲的话，阿丽直接带着阿强找到二叔，告诉他自己不同意把米铺拿去抵押。听到阿丽的话，二叔愤怒不已，直接就摔了一个茶碗，并且还把阿强两口子给训了一顿。可是阿丽并不吃这一套，直接就把二叔的所作所为全都说了出来。不死心的二叔第二天就找来降头师，准备让他帮自己把阿丽除掉。而表哥也带着阿强找到了这名降头师，准备让他给阿丽下一个预期降，在一切全都搞定后，阿强就回到家里。刚进门，阿强就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试一下预期降灵不灵。只见阿强对妻子就说道，你坐在那里干什么，还不赶紧去给我去拿拖鞋。妻子听到他的话并没有反驳，而是径直去给他拿拖鞋。看到听话的妻子，阿强心想这预期降还真的厉害，随即就更加得寸进尺，又让阿丽去帮自己倒杯水来喝。此时的阿强正洋洋得意，可下一秒阿丽直接把水全都泼在阿强的脸上，顿时就把阿强给吓了一跳。接着阿丽就说道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让我来伺候你，我告诉我不说话不代表我怕你。接着又对着阿强一顿暴揍。看到妻子的样子后，这那是中了降头，随即就来到屋内查看，原来马桶上的符咒全都被阿丽给刷掉了。在一番威逼利诱下，
阿丽这才知道原来是表哥出的主意。隔天，阿丽把表哥两口子全都约了出来，准备向表哥问清楚玉漆匠的事情，没有办法的表哥只好全都交代，而他们也把这笔账全都算在了降头师的身上。表哥的妻子小美准备牺牲自己为阿丽讨回公道，可是阿丽并不知道，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计划，彻底将她推入无底深渊。这个漂亮的女人半夜睡不着，准备和丈夫表哥来一场斗地主，可是表哥看到她的样子异常害怕，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：你想干什么？女人直接说道：想打扑克。听到她的话，表哥吓得拔腿就跑。原来阿丽中了桃花降，只要打三场扑克，她就会流血不止而死。很快阿强在听到声音后赶紧出来制止，还好姑妈在家一眼就看出阿丽中了降头，只见姑妈施法直接就破了对方的降头术。这边的降头师看到自己所下的桃花降被破，异常愤怒，接着降头师又给阿丽下了第二种降术。而降头师之所以要对阿丽下降，完全是因为二叔是赌诚信，在外面欠下巨额债务，准备把米铺抵押出去。由于阿丽的阻止，所以二叔怀恨在心，最终请来降头师准备送阿丽去领盒饭。可是降头师并不想帮他，因为二叔上一次的尾款还没有给自己。原来阿强父亲的死亡并不简单，在听到降头师的话，二叔二话不说直接就掏出尾款给了降头师，并且还向他承诺，只要这件事办成了，自己还会给他准备一个大大的红包。可他们两人并不知道，他们的交谈全都被小美听进耳朵里面。由于害怕小美发出声响被抓到后，二叔认为他是阿丽的同伙，于是他们就把小美给带走了。当表哥来到时，这个地方早已经人去楼空，本以为能够给降头师来一个仙人跳，却不成想这一次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回来后，降头师直接开坛做法，直接就给阿丽下了一个桃花降。本来所有的事情进展的都很顺利，不成想被姑妈插了一脚。愤怒的降头师二话不说，直接又给阿丽下了第二种降头。由于姑妈的功力很浅，这一次根本就没有办法破掉。没有办法的姑妈只好带着阿丽去找自己的师父，师父一下子也解不开阿丽身上的降头，因为想要彻底清楚降头术，就必须要把降头师除掉。师父让阿强和表哥去到降头师的地方撒满黑狗血，以此来削弱降头师的法力。在找到机会后，师父立马就冲了进来，和降头师扭打在一起。虽然小徒弟年龄不是太大，但是他却异常勇猛。虽然师父以一敌二有些力不从心，但是他仍旧不退缩一步。也就在这时，师妹出现，直接帮大美分担了许多攻击，很快四人打成一锅粥。二叔在看到情况不妙后拔腿就跑，刚刚出门就撞上了一个疯子，二话不说他直接就送二叔领了盒饭。也就在这时，二狗又看到了小美，于是就直接上前让小美嫁给自己。由于画面太过辣眼睛，咱们还是直接跳过去吧。当表哥来到时，小美已经在奄奄一息，而阿强此时也已经赶来，直接就对着降头师的徒弟一顿暴揍。而降头师在大美和师妹的联手下终于领了盒饭，电影到此全部结束。